大家辛苦了，我知道呢这个场地呢就可能是因为座位有限，同埋呢我知道都有些朋友就两点钟已经来到，但是真的很抱歉，只是能够我们都加了些凳，只是能够是可以尽量满足到大家，都满足大家。因为呢我这个接受这个任命呢就多得我们的华庙委员会发展及文化小组主席杨春堂先生呢他的大协。咁點解咧？就喺舊年開始咧，佢就一年咧就安排咗一系列15講嘅廟宇文化講座。咁咧就華廟委員會咧，近呢幾年嚟講咧，都大力係推展同埋推動咧呢個廟宇文化嘅活動。咁就佢老人家咧就佢話佢安排咗15講，咁就留翻最後嗰講俾我。咁佢話最後嗰講咧就佢話你適合講過我。咁我但系咧，我都諗下咧，就話我都戰戰兢兢，因為點解咧？豬肉在前，嗰14堂我唔知佢點樣鋪排，同埋咧，你哋有啲係啲捧場友嚟嘅，我可能你聽慣佢嘅，你又未聽過我嘅，咁啊唔知道係點樣。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佢就科研，我就做得多啦，我成日做，同埋咧，我亦都係一個道教信徒，咁所以咧。科儀咧，我確實好清楚，但係加咗藝術咧，嗱，因為佢係文化工作者，佢係藝術家，呢啲咧於佢嚟講咧，就可能係綽綽有餘。但我呢啲咧，佢可能試試我呢個東島牆嚟，睇你咩料。藝術係咪虛偽個藝？符 fit 符錄我就識，但係咧，我驚佢咧一陣間咧整咗呢堂嘢俾我咧，就睇我有冇符 fit 或者係咪睇我符錄嘅啫。咁啊唔緊要，咁咧。亦都借呢個機會咧，我都好多得啊總監，咁佢俾呢個機會我咧，就都俾我喺呢20年裏邊咧，就喺包括喺嗰個參與，特別係我哋道教嘅一啲科儀啊，或者係齋照活動嘅話咧，我從來都係諗住係嗰個天人感應，同個神明嘅溝通，或者係點樣做到陽樂陰安，從來冇諗過咧。嗰啲科儀活動咧，一係同個藝術係有啲咩關係？正正咧呢次咧又係俾咗一個好好嘅學習機會我。咁我一定唔夠佢咁好聽，同埋咧佢有一樣絕招，我都問過佢，我哋冇嘢放嘅喎。你明唔明冇嘢放啊？通常咧抌鐘啊，整時間嘅，咪一味放片放公仔俾你睇，睇到你夠為止。咁啊，帶你遊下花園，咁啊，跟住又一堂啦嘛。我前幾堂咧，我嚟聽過，我哋冇嘢放嘅喎，你企喺度就棟篤講2個鐘嘅喎。因為點解咧？佢慣咗啦，同埋咧，佢可能退休前咧，已經喺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咧，成日搞埋嗰啲咩談情説啊、説愛啊嘛。喂，談情説物啊，但係咧，佢嗰啲時間我又投訴，你一係就星期三嘅食飯時間，一係就禮拜六。咁我哋咧有時參與啲義務工作咧，就禮拜六、禮拜日係我哋好矜貴、好罕有嘅時間嚟嘅。咁佢禮拜三、中午咧，我又唔得閒。咁但係咧，儘管啊，佢都好好送咗佢咁多講嘅，包括佢嘅光盤啊，同埋佢嘅書俾我。咁啊，又多個機會俾我學習。咁但係咧，佢因為有咁嘅。本身係有咁嘅藝術細胞，有咁嘅素養，所以佢喺度棟篤講2個鐘。但係咧就我好冚啦啊！我就放啲嘢咧，我就揼唔到嗰2個鐘噶啦。咁啊，我又希望咧，大家咧可以喺我俾你睇嘅一啲投影片裏邊咧，即係揾到一啲蛛絲馬跡，係關於科儀嘅藝術。又或者咧，我都會留翻啲多時間時段咧，就睇下大家朋友有冇提問，好嘛？關於度，因為。我都知道咧，在座有啲朋友都係我哋啲殘堂啊，或者係我哋道教學院啲朋友，咁可能咧，或者佢哋會對呢方面熟悉啲。咁咧，其他朋友咧，我有啲我就唔知係咪阿楊總監咧佈置落嚟嗰啲粉絲團啊，咁啊，因為佢可能會聽嗰啲咧，就係呢14講咧，同我呢一講咧未必相同。咁但係儘管我都希望係同大家一齊咧。歡度呢2個小時嘅一個講座嘅時間，咁咧呢個題目咧唔係我定嘅，係佢開俾我嘅。嗱，我又要講啦，點解咧？好大嘅呢個題目，呢個題目係咩啊？傳統廟宇的科研藝術。
咁大家都知傳統廟宇係咩啊？嗱，唔緊要啊，我又賣下我華人廟宇委員會嘅廣告。因為如果我哋嘅定義裏邊咧，當然我哋嘅定義係華人廟宇啦。如果一般嘅傳統廟宇嚟講咧，就係、是、有供奉神明嘅，有同靈體溝通嘅，有占卜嘅或者相關嘅活動嘅場所，就係傳統廟宇。咁但係呢個題目咧，單單呢三樣嘢咧，大家唔好睇少，因為呢三樣嘢裏邊咧亦都包含咗好多嘢嘅。咁同埋呢三樣嘢咧，亦都係前朝英國人嘅時候咧，觀察到你哋啲華人去廟宇咧，佢又可以睇到你哋進行呢啲咁嘅活動，咁所以咧佢就寫咗落去當時嗰條條例嗰度。咁傳統廟宇的科儀藝術咧，一多咗科儀兩個字咧，那個題目就大啦。因為點解咧？講傳統廟宇嘅活動咧，包含好多，甚至傳統廟宇嘅文化同埋傳統廟宇嘅藝術咧，查實嗰個範圍咧好大，幾乎係涵蓋曬廟宇嘅本身同埋佢相關嘅信仰活動。呢度裏邊都係有佢嘅文化，有佢藝術。咁但係當然大家唔知嘅，或者咧。有些特別是西方的研究建築的一些學者呢，他說教堂就是一個心靈空間，但你們中國人的廟呢就絕對不是。為什麼呢？他說看不到你們有那種靈性空間或者一種心靈空間的一個這樣的結構。但呢當然這些即等於你吃西餐和你吃唐餐，你一定要覺得有個頭盤、有個湯、啊、有沙律、有主菜、啊、有甜品，你才叫是一個正常餐。但可能我們就吃碗粥就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食物觀點與角度。但是一樣東西，中國人的廟宇很好的，你去到廟那裡個神跟你很近，同不同意啊？咁甚至有啲講污糟邋遢嘅，真係污糟，可能自己屋企都唔污糟邋遢。啊，翻去去個廟度先有咁嘅 feel， 你反而乾乾淨淨，佢覺得冇呢個 feel。仲有一樣嘢，哦，我拜天后好，拜觀音好，我翻去探阿婆咁樣。啊，我買包橙，買包蘋果咁啊，去到拜佢，又可以同佢品，佢又聽我嘅，係嘛？就唔同西方嘅教堂，可能要經過一條好狹長嘅通道。然後去到中間一個穹頂，一個很大的壇，你才可以找到你的神。還有個神是很高的，可遠觀、啊、所以呢中國人或者是傳統的廟宇呢，跟可能用西方的角度看一個宗教活動場所或者一個即是所謂靈性空間呢，那個概念是不同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也不是很同意人家說、啊、你們那些都不是，你哋去嗰啲廟都唔係中一個靈性空間，我唔同意嘅。因為點解咧？你嘅睇法未必代表我哋中國人或者我哋去廟宇嘅一啲嗰啲信眾嘅睇法。好啦，講翻轉頭，既然係有文化有藝術嘅成分喺度，或者有個元素喺度，咁點去體會咧？咁楊先生咧就俾咗個科儀藝術呢、這個，正正科儀咧。就是一個傳統廟宇的信仰活動，同埋科儀咧，好多人咧就誤解嘅。點解誤解呢？總之你見到有啲儀式，你就叫科儀，係嘛？同埋科儀咧，以我所知咧，喺香港咧都係呢十零年興呢兩個字嘅啫。以前咧通常叫打齋啊、功德啊。啊，咁樣嘅啫，冇叫科儀，叫得咁文雅嘅，啊，都係呢十零年咧有呢啲嘅，即係等於好似嗰個中間嗰個主持儀式嗰、那個，我個個講緊道教啦，主持儀式嗰個道士，以前從來都冇叫高公啊、低公啊，冇嘅，都係呢十零年咧引進咗啲北方嘅講法，先有高公啊，所以個個而家咧，儘管五尺爭一寸，都係叫自己高公，嚇、啊，因為咁樣叫法咧，就自我感覺良好。啱啊，係嘛？有冇功力唔緊要，最緊要個名裏邊咧，嗰、那個名稱裏邊有呢個字就夠高啦。
所以一定是高公。同樣一樣，這個科儀這個字呢，這個詞呢，以我所知呢，都是這十多年呢才在香港用引進。那為了這樣呢，有很多說啊難得了，以前叫打齋啊，叫功德呢，比較好像俗一點或者層次低，一叫科儀零零四四好像就著了踢師徒啊，即是已經是檔次又高了，於是呢就什麼都叫科儀。但科儀呢，如果拆開來解呢，科是科本、科目、科式，疑是疑鬼、疑犯，听清楚了没？即是说他做这个仪式里面是有科本可跟，照本宣科，对吗？依科修奉，同埋里面是包含了有仪式的，这些急埋晒才叫科仪，就不是肥啲肥嚟咁整一輪嘢，跟住話：哎，我呢個全港獨有嘅科研，確實係，因為得你知，啱嘛？確實係。咁所以咧，科研咧呢兩個字咧，唔係呢個呢兩個字夾埋一個詞咧，真係可大可小。咁同埋咧，如果以我所知咧，加埋藝術嘅話咧，就亦都係以呢個科研佢裏邊嘅一啲元素，然後先至體驗到佢嗰個藝術。咁當然咧係有靜態嘅。有動態的，或者個裏面有不同的，嗱，咁我哋又喺呢兩個鐘頭咧，同大家一一分享我的睇法，好嗎？俾大家睇睇呢幅圖。嗱，呢幅圖咧，我就取自咧有一本叫《街角人情：香港撥顛炸加以西》一本英文的著作，咁咧就係由石翠華同埋高天強編。鄭瑞華、高天強譯的，其中第五章裏面是有位司天賜講，是講什麼呢？講祭拜亡魂新時代的紙扎譜。不過在他這本書裏面呢，這幅圖畫在四年前呢，我在書局裏面一看到呢，給我一個很大的一個感觸和一個啟發。大家看不看到有什麼特別？這個是1883年一個法國人來到我們中國，去到旅遊的時候，其中他逗留了在香港，他當時是在香港的廟宇裡面見到某一些宗教儀式，於是他沒有相機的，他就用他的方法呢，就咁將佢咧就掃描咗出嚟，然後咧就登咗喺法國嘅一本期刊裏邊做插圖。咁咧呢個就可以俾大家咧就藉呢張圖咧就睇睇百幾年前香港嗰時肯定係一個漁港啦，一啲宗教儀式。咁但係呢啲俾大家睇係咩意思呢？原來到這幾年我參與華人廟委員會的義務工作的期間的話，有時我們去廟宇視察，或者是包括好像同樣我們都有舉辦了有廟宇導賞，在去年和今年年頭我們先後有六次，大楊生都有幫我們帶了兩次，一次在深水埗三間廟，一次是在香港島的筲箕灣三間廟，咁我都係同樣帶咗兩次，咁另外仲有一位我哋嘅委員啊，劉啟明先生咧，亦都帶咗兩次，前後六次。咁咧，我竟然係喺我做導賞嘅期間咧，喺我哋華廟委員會轄下嘅廟裏邊咧，仲揾得翻百幾年前嘅呢啲蛛絲馬跡。咁大家都覺得呢個係似係乜嘢儀式啊？睇唔睇到？啊，好啦，打小人，好啦。後面啲朋友睇唔睇得清唔清楚啊？我括咗五部分。
或者我又俾我收集到或者咩我睇到嘅一啲現在嘅俾大家睇下，然後再翻翻嚟呢幅圖，好嘛？俾大家睇下有咩啟示咁啊！嗱，呢幅咧就係、是、一個日本人，一個日本教授叫大渊隐义，佢70年代咧喺香港咧進行我哋中國人嘅宗教田野研究，包括香港同埋台灣。咁佢其中咧就有一幅喺九龍深水埗嘅三太子廟裏邊咧，就影到一個問神婆喺三太子廟裏邊嘅一啲活動。咁大家睇下，呢個咧就我哋深水埗有一間廟天后廟嘅神壇下低嘅其中一個神像啊！大家睇唔到啲咩嘅？一隻指責的老虎，一隻蛇的老虎，还有一个呢用麻布用指責扎成的一个神偶或者神像。OK， 熟不熟啊？好熟啦，成日帮衬你哋是吧？啊，鹅颈桥街市是吧？那些黑市劳工啊，50蚊一次是吧？啊，梗要这些生财工具啦，啊，打小人的一些。一啲小人子啊，系嘛？头先有冇见到呢个踪影啊？呢把就系咩咧？我香港嗰次盗相嘅，其中喺嗰间城隍庙个神前咧，竟然放咗呢两把刀。我旧年带嘅，旧年年底带嘅，一看見呢把刀，我就即刻同我頭先嗰幅法國人1883年，即係應該光緒九年嘅呢幅畫，誒，我點解而家仲用？當時又用，證明呢個儀式仲係傳承緊，同唔同意？咁當然啦，呢把刀咧仲有其他形制嘅，啊，舉例好似咁樣嘅，啊。是不是有手鼓有手炉是吧？好，那这些都是一些，啊，仪式的一些工具了。好了，翻回去这张先。好，看完刚才我给你看那些，再看回这张，你又会觉得会不会是 熟落了一些，或者是会比较了解多一些。但是跟大家讲啊，仲係未去到個主題科儀啊！呢啲係儀式嘅，因為點解咧？呢啲未必係有科本嘅。如果冇科本嘅話，啊，未必係一個科儀啊。呢度有一個神媒係助手啦，呢度有一個咧扎計嘅道士啦。見到個道士左手揸咩啊？手鼓，右手咧？啊，嗰把刀啦，冇錯啦。呢把咧，一般我哋叫咩咧？叫獅刀。啊，呢啲咧係響廣東、廣西、湖南，甚至係少數民族嘅地方啦。有啲甚至係做羅啊。知唔知咩叫螺啊？嚇，嗰啲施工，即係嗰啲所謂進行呢個儀式嘅嗰個啊施工啊，所揸嘅一啲法器就叫獅刀。OK， 好，見唔見一隻老虎？嗱，唔止一隻噶，呢度仲有一隻噶。小一啲嘅，即係等於你哋去經籍嘅時候打小人，係咪起碼唔止一隻老虎？不過肯定有大老虎，有小老虎，係咪？啱唔啱？有大老虎，有小老虎嘅，係咪？啱唔啱？點解？嗰啲肥豬肉要分開嚟食住啦，咁啊，大佬，你個個搭聲搭搭曬落個大嗰度嘅，咁嗰啲細又分唔到，係嘛？執到嗰啲肥豬肉落只大老虎嗰度，就執到佢滯曬，又唔掂啊！所以咧就有啲細老虎分擔下嘅，咁所以咧你見到佢有大嘅有細嘅。好啦，另外。
你看到这个肯定是一个信徒，或者是去到这个庙宇里面是有所祈求的，或者是进行信仰活动的一个祈求者，是吧？好，祭品，见到这个神明，似不似刚才我说天后庙那个搭着麻布，似不似啊？啊，唔紧，一阵翻翻转头睇吓，系嘛？伸翻只手出嚟，好似有啲怜悯苍生、抚慰啲信民嘅一啲咁嘅手诀或者一啲手势，系咪？好啦，最紧一样嘢，见面呢扎嘢，呢扎系咩啊？唔知道小人字啊嘛，喂，你睇下。不过咧，如果咁讲咧，而家我哋马虎好多啦。百几年前咧，件件都系真嘢嚟嘅，挂喺度。而家我哋一张纸就冚唪唥将佢放晒佢啦，系咪？有名堂嘅喎。同埋咧，我亦都留意到一样嘢。嗱，呢个助手嘅呢个灵媒或者一个神婆嘅话咧，佢烧紧好多人形嘅字，应该呢啲咧就系类似系打小人将嗰啲小人咧，即系扫除啊，然后烧走啊，送走佢好啦。另外，见唔见呢个？嗱，呢个好明显系咩？百几年前香港开埠系乜嘢？一个渔港嚟啫嘛，系嘛？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政治原因或者咩，就令到香港是一个国际的城市，一个航运啊、交通的枢纽，一个金融中心。但是翻翻去百几年前，是一个渔港。所以你看到呢啲都是反映了一样嘢，一个祈求者咧，佢去到求神奇的时候咧，佢都要带埋呢样嘢，点解？呢个又牵涉到另外一个仪式，不过香港少啲。送黄船，台湾大家有冇听过？好盛大噶，点解？去到最尾就将啲瘟神、将啲污糟嘢就全部放晒喺只船嗰度咧，然后就送咗出海，或者喺个海边火化。咁而家你都会见到咧，有类似呢啲咁嘅活动发展到点咧？就太平清照的其中有一段，就会有一个道士或者咩咧，就会扎一个船。不过咧，佢就可能咧就自己就坐埋落个船身嗰度，然后点咧就去到嗰个太平清照嗰条村落度咧，逐家逐户去敲门，就问人哋屋企有冇啲污糟嘢，然后咧就。嗰家嗰户咧就將嗰啲污糟嘢咧就冚唪唥放曬個落佢個船嗰度，不過最緊要俾利是，啊，因為你要揾佢幫你做嘢喎嚇。咁好啦，咁然後最後咧就亦都係將呢啲污糟不祥嘅嘢咧就全部一把火送曬佢，呢個亦都係有呢個作用。好啦，我哋睇翻嗱，呢個正正就喺廟宇裏邊進行嘅儀式嚟嚇。睇咩呢樹？看唔睇到？啊，睇唔睇到啲指引？啊，一啲祭品，仲有，如果你依稀見到嘅話咧，呢、這個神婆喺度咧，就代表一個姓胡嘅胡門啊，品緊嘢嘅。OK， 嚇、啊，咁可能係咩咧？呢、這個姓胡嘅呢家咧，可能有啲不潔啊，或者係啲屋企人甚至細路咧，可能有啲所謂啊疾病啊或者咩前身咧，就於是咧就嚟到。當時咧，三太子廟咧就揾呢個嗱，當然佢呢個咧就已經唔係雜祭道士啦，係一個雜祭神婆啫。OK 啊，咁啊進行一個啊儀式啦。好啦，呢個可能冇頭先嗰個咁靚咁高，但係有樣嘢，佢一樣身邊伴住一隻或者兩隻係咩啊？老虎係嘛？剛才我咪見到嘅，呢、這個叫小人子啊，係嘛？
大家知唔知呢呢扎係咩嚟噶？同埋仲有最緊一樣嘢，嗰把掃把，將嗰啲小人啊、嗰啲不祥不潔嘢掃曬佢。呢個咧，我都問咗好耐，個個都答你係小人子。咁啊，你哋有冇在座有識識呢張紙？除咗叫小人子之外，呢張有咩啊？呢幾個係咩啊？嚇？五鬼。好啦，呢啲咧唔係五毒，好形象化，豬雀玄武。一隻豬，一隻雀，咪豬雀。但你認識嘅豬雀玄武個豬雀係咪咁嘅樣？一定唔係嗱，所以你冇理啊！只要你信，就係、是、宗教，就係、是、信仰，係咪啊？嗱，豬雀玄武嚟㗎。咁但係呢啲咧就係咩咧？啲鎖鏈啊，即係可能係佢好似有啲幫佢解結解冤結啊！咁所以咧就有嗱呢個啦，所以就要燒埋好啦。呢把絲刀頭先見唔見到嗰個道士手上揸到嘅絲刀？嗱、啊，呢一樣啦啊，好啦，咁嗱，同樣個道士咧，隻左手係咪揸住個手鼓？嗰、那個善信，嗰、那個祈求者係咪揸住個香爐？不，呢個靚好多啊！呢、這個文物嚟嘅。好，咁嗱，大家可以睇到百幾年前嘅廟宇裏邊。就已經有啲咩宗教儀式，或者我頭先講嘅所謂一啲民間信仰嘅活動。咁但係咧，呢啲活動咧，可能你去觀察啊，或者你去睇嘅時候咧，睇唔到有咩特別嘅文化成分或者藝術嘅元素喺度。但係原來咧，確實佢裏邊有好多嘅。咁好啦，喺我哋日常裏邊咧，因為我哋環廟委員會咧。就核下的廟呢有些呢就不是靠我們那些職員呢秘書處的同事呢就去經營的咁呢就是要往往呢就是要定期呢就要是向外招標咁呢那些有興趣的朋友呢就透過一個考核咁然後呢就成功了個考核呢認可這個資格之後呢就他是會寫一幅寫一份計劃書，咁佢將會咧係點樣推廣或者推動佢未來佢會係承投咗呢個私塾咧，係嗰啲期間咧，佢會提供啲咩服務，同埋啲有啲乜嘢佢會幫我哋推廣推動。咁我響呢幾次咧有參與咗嗰啲私塾嘅面試咧，同埋睇過佢哋嘅計劃書咧。嗱，我唔知道在座有冇啲係已經有曾經有承投過我哋嘅廟嘅私塾啊，或者咩？咁我睇到咧，佢哋寫嗰啲活動，提供嗰啲服務、儀式服務咧，好貧乏，好可憐。嚟嚟去去咧，因為我哋有九格，又提供咩服務？有九格，但係往往咧最多寫四格。五格、六格，寫九格嗰啲咧就好多堆砌嘅，香油一攬，點燈一攬，塔香一攬，差唔多就嗰三樣嘢你可以唔使寫嘅，你去到廟你可能都會做啊。咁一般寫最多係咩咧？攝太歲，轉運。添香油、添花果等等，好啦。原來如果廟宇嘅儀式咧，就可以有幾多樣咧？今日你哋有緣啦，我揀咗24款俾你哋。啊，你哋有志嗰啲咧，好心你哋唔好你攞啲例貨俾我哋睇嚇，淨係噏呢啲咧，你哋冇乜分嘅啫。如果你嚟面試。舉例啊，一個廟宇裏面，當然我點解引呢啲出嚟呢？正正其中呢啲
信仰里面呢就会牵涉到科研。 OK， 索望拜祭大家知道是什么？初一十五，有很多人初一十五去庙那里上香求神。好了，神诞庙会是吧，那个庙的神诞，即等于又做一些宣传帮华庙委员会，嚟紧新历的十月十号、十一号、十二号，我哋喺大坑莲花宫有个观音庙会，会喺中央图书馆嘅后边咧有两晚活动，其中咧十月十号晚咧系会喺大坑莲花宫咧请嗰条火龙出巡，带住个观音行身咧就去到个会场，然后就两日嘅庙会咧，夜晚都有神功戏。有興趣的朋友到時歡迎你們來參與，舉例了，這些就是神誕廟會了。因為正正呢10月12日就是9月19日農曆，是觀音的其中一個神誕、這個有個神誕廟會了。好了，求籤問卜驅邪自經，剛才那個呢1883年那個呢就應該是驅邪自經。 OK， 好了，求符問藥，奇陽祝土，這個奇陽祝土包很多了、求寿、求财、求雨，可能农夫就求雨落得雨多，好似呢排咁样，可能就系求晴，晴天嘅晴等等好啦，开道超脱即系做道亡啦，上契脱壳，知唔知咩噶？有好多惊啲细路养唔大。是不是就走去廟裡契了 個主神啊，是吧？好了，但有一件事，你只懂契不懂甩契，為什麼呢？所以為什麼有一個叫脫殼的，這個脫殼多數呢就是一般呢那些正一的男模就會比較注重一點，或者是呢水上人彈家那些呢他就會 很注重這個。特別這個脫殼是什麼呢？那個即係講啦，嗰個可能一個男嘅成年人，佢要成家立室。當佢要成家立室之前咧，佢就要做一個脱殼嘅儀式。大家知唔知點解？大燈科就金榜題名係咪？小燈科係咩啊？洞房花燭啊嘛。咁佢要將嗰件普通衫換咗件新郎哥嘅嗰件。靚衫佢先至可以洞房啊嘛，係嘛成人噶嘛，所以咧呢個脱殼咧就有呢個咁嘅意味嘅。咁同埋查實呢個脱殼咧，根本就係類，亦都另一個上完契之後咧，你要甩契嘅。點解咧？如果你契嗰個神唔係話嗰啲舉例係出家嘅寺廟十方從能嘅公館，我講呢兩樣嘢，大家有冇概念啊？要唔要再解釋一下？有啲朋友點頭。舉例，我去一間叢林禪寺出家嘅，好講百丈清輝戒律嘅，又或者呢間道觀咧係出家嘅全真道觀。啊，唔緊要，你契嗰個道士，契嗰個大和尚，或者契佢個神明，契唔緊要啊。但有一樣嘢。他是出家的嘛，你契了他的嘛，或者是你所谓的记名，大家有没有在金瓶梅里面有没有看过西门庆的仔关歌儿一听见雷声就怕的，结果怎样契谁啊？契了个道士不道观，是不是？还有取个名字叫什么？应元，这个应元代表什么？雷神就叫应元，即是呢就不怕雷响了。但是呢很可惜，因为呢你看金瓶梅你就只看到记名或者上契这段，但是他很快呢就因为潘金莲的妒忌，就日日在家陪伴着猫，就扑向一个红色的土兜。日久训练之后呢，当那只猫一见到关歌儿着住那个土兜呢，那只猫就有一个反应是什么？是不是扑下去？所以呢
西門慶嘅，因為做得淫事多，所以咧就係冇辦法啦。佢呢個官哥兒咧，好快就一命呜呼，而亦都引到佢呢個外妾咧生呢個官哥兒個李瓶兒咧，亦都因為咁樣咧就含恨憂鬱而終。咁所以如果呢套《金瓶梅》咧有續集，或者呢個官哥兒唔死嘅話咧，就應該有呢個脱殼嘅儀式嘅。因為點解？佢霸咗個道士記咗名之後咧，到時佢要結婚咧，佢就要另外一場法事，就叫脱契。否則嘅話咧，就唔娶得老婆住，出家噶嘛。佢要跟佢出家得噶。佢你睇翻《金瓶梅》，佢係送咗一套道服，小道服係俾呢個官哥兒，證明佢都係咩啊？做緊道士仔噶，係嘛？咁你做道士仔，你要成家立室，係咪就要好似金桂祥咁樣嗰條木銀行行過都要捐個窿出去，你先可以落山啊？係嘛？不過冇辦法，《金瓶梅》裏面冇寫到呢個情節，我今日補翻俾大家。好啊，春秋祭祀大家都知啦，喺廟宇裏面，好啦，中原魚腩嚇。因為咧廟宇咧，特別好似我哋華廟委員會下低啲廟咧，有啲朋友話係道教嘅廟，非也，係民間信仰嘅廟。一佢又冇道士主持，二佢又冇和尚師姑主持，佢得個廟祝主持，又或者我哋秘書處啲同事主持。咁你話佢係佛子啊？你話佢係道觀啊？唔係啊，民間信仰。OK， 好啦，所以。如果他應他的善信的要求的話，他可以在農曆七月的時候，如果道教的就是中原法會，如果佛教的就是盂蘭聖會，是不是、所以呢兩樣都寫好了。星相擲日，關殺祭父，剛才那些也都是祭父祭白父 OK 占卦算命，開庫填庫，趙網攝雲，命途路引，問米扶機，燒香添油，開光獻供，拜斗讚星，打齋切照，祖先牌位，許願還願，太歲轉運，24番。但是我見你們填那些計劃書真的很貧乏，給不到分你們。好了，講回科儀藝術。科儀大家清楚了，剛才我講過了，有概念了，跟儀式是有分別的。好了，這個科儀藝術呢，就可以你鑑賞它是感官上面的，可能是視覺、聽覺、嗅覺甚至是什麼呢？行為上面OK 令到你的情緒、感官都有些因應它，這樣就有些感召從而達到一個天人感應因為畢竟是一個宗教的或者一個信仰的活動，是吧？好了好了，咁另外一方面呢，是可以在哪裡會體現到這些科儀的藝術呢？繪畫、雕刻、裝置、扎作、動作、舞蹈、戲劇，甚至音樂，是吧？你要看譬如什麼，有些在座的朋友我都知道發燒友來的，去看那些宗教儀式或者你們去影探明星照，你看到是不是那些儀式裡面是不是都包含了這些元素啊？是吧？好，那科儀八寶這個呢，又是我查實今次呢有些我是不想打出來的。為什麼呢？講了你有緣來聽就你落袋，我損失，但是呢打埋出嚟呢我完全损失啦。点解呢？有乜嘢冇得收返啦，冇得收埋啦。点解呢啲呢？好，你哋个个就得个想叱咤叱咤啦，跟住就一个督一个分享呢你就去晒嘅。冇嚟嗰啲都知道晒。咁呢，但係呢帮我嗰位朋友呢，嗰位道兄呢，佢话老师你都係打返出嚟好啲，佢都係俾佢哋知嘅。因为我都喺度挣扎緊。点解呢？往往這些呢，你講出來人家不會多謝你的，轉頭呢就是他的東西來的。他不會因為葉某某或者葉長青提過的，沒有。為什麼呢？這些什麼八寶呢，外面呢隨便說給你聽呢，就吹打唸唱雜五味而已，沒有八味的。為什麼是八味呢？
正正如果科儀裏面有吹、有彈、有打、有唱、有念、有彈、有寫、有擲，仲有冇漏啊？你哋有方家嘅喎，你哋有啲都係我望落去，有啲係科儀參與者喎，你哋都有冇漏到啊？嚇，有冇漏到？當然啦，有啲個唱咧就唔用唱，用南嘅南模啊，用呢個南南唱南唱，即係但係我就唔想用個南字啦，因為點解咧？用呢個字嘅話咧？不是因為話好似覺得有啲貶義，而係話咧，如果用呢個男字嘅話咧，係另外咧會傳達一個意思就咩咧？佢根本都唔想俾你知佢唱乜嘢，所以佢先叫男。點解啊？佢嘅揾食工具，揾食工具啊！如果咧管理學嚟講咧，你讀 MBA 都有嘅，呢叫咩咧？叫做進入障礙，你要撈我男模啊！你是不是要學我的東西？你怎麼學啊？唱什麼啊？沒錯，所以他就是一，你看不到個台面有本東西，二，你聽不到他唱什麼，還有忘記了什麼？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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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但你不知道，哇，好虔誠啊！呢、這個唱到硬嘅上身嘅，啊，所以佢一定不會放本嘢俾你睇，係咪？點解放咗本嘢俾你睇，學你哋咁叱咤？聽日你又掛牌，你是男模啦。我醒過邊個係嘛？佢冇放煙嘅花嘅，我又放煙花又放軍兵，我唔威過佢，我本重過佢噶咁。你哋於是又幫襯佢，唔幫襯我啦。啱嗎？呢啲叫男，所以我就唔想用個男字。OK， 宅座里面这些是什么？太平清照经常见到的，或者是神诞的炮会花炮，是不是这些？不是宅座，是不是艺术品？我答你是，包括文化博物馆都有收藏，是不是？可以问我的先生，文化博物馆本身都有收藏，识得宅的没有多少个这些师傅。他们不单止收藏这个花炮扎作，还收藏了一些花灯的扎作。因为为什么呢？现在是因为一传承，第二那些场地和费用，还有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后生仔没什么多少个有兴趣。所以呢，既然是很容易会失传的，所以呢，特别是香港特区政府呢都努力在工作着，做多一些文化或者艺术的保育。趁的老师傅还有啖气还可以的时候呢，就将他的作品保留了在博物馆里面，即是日后给我们呢做什么呢？瞻仰遗容。好像这些，这样如果看上来呢，约莫是两个半三个人到那么高的，不单止这些，甚至有些高一点，我记得是窄过七层，即是七个人那么高的，成三层楼。这些是不是艺术呢？是的。好了，你怎样去铺排，怎样去放那些东西，是一个学问来的。好，又看。科儀的艺术，它分两个元素，不好意思，我喝啖水。它分两个元素，一个元素是静态的，一个元素是动态的。靜態的我將它分了三類，彈儀的佈置、法器和威儀，以及科儀的文件，這些是靜態的。動態呢就有兩個，一個是科儀的演化，一個是法樂或者法樂那個音樂啊，音樂啊，法樂的讚頌和讚頌，這些是動態的。好了，跟大家逐個講啦。好，一個彈儀的佈置，這個靜態了。剛才我是不是打吹、打、彈、練、唱、擲、寫和彈，是不是這個就是屬於個彈，怎樣去佈置個彈場。佈置個彈場有很多很多學問的，還有呢，如果是根據呢，即是道藏裡面或者古法的話呢，甚至呢是有一個嚴格的要求，
所以點解話科同埋義個義裏面咧，佢係要求嘅，唔單止要求你嘅動作，仲要求你係點樣去到佈置，點去放嗰啲供品啊、法器啊，全部有曬要求。咁當然而家有啲好隨意嘅，或者你頭先睇到百幾年前嘅一埋格就做噶啦，係咪啱嘛？冇要求啊嘛嗰陣時。可能你聽咗之後咧，到你哋咧，你哋係識欣賞或者識要求啦，嚇，嘿，爭邊啲嘢嘅？因為點解咧？有時我去參與啲儀式嘅時候，見到旁邊啲農友，或者我見到有啲我哋啲朋友在場都有啲，佢就嘿，你哋好似爭啲嘢咁，哇！你又知道我啊？證明咩？佢熟悉過做嗰啲，又有呢啲人噶。但我好敬佩同埋好欣賞啊！正正就有你哋監督住，等佢哋冇得賴貓又或者咧，我試過去睇過一個新界鄉村嘅太平清照，我又見到旁邊啲朋友都講：，哇！佢哋做漏好多嘢喎，好乸西喎！唔係我清從官做啊，嗱，我講明啊，係人哋做啊，正一男我做噶。佢哇，佢哋好乸西喎咁。我好嘢喎，你哋又知咁啊？因為我哋唔方便講，我哋好似講出嚟好似。即係有少少好似同貶低人哋，但係調翻轉頭係你哋嗰啲朋友，你啲農友竟然仲叻過我哋嘅，咁所以我覺得好好嘢，真係。所以呢兩個鐘頭唔易應付你哋噶，都做咗好多資料嘅。所以咧，阿楊兄整蠱我啊，仲要我守尾門添。哇，大佬嗰十四場我唔知佢點樣動員你哋啊，或者點樣培訓你哋嘅。你放心，一陣俾時間你招呼我嘅呢、这個營聯係咩？個壇場裏面咧，有啲所謂打照嘅時候咧，每一個壇場有啲照聯。如果呢個壇咧係有一個主神嘅話咧，嗰啲照聯咧就係會因應個主神嘅神格啊，嗰、那個神能咧去做嘅，或者係呢個科儀或者呢個壇場咧，主要咧係有啲乜嘢嘅功用，咁咧嗰對照聯咧就會如實咁反應。所以咧好明一睇睇到，就每一個道望嘅壇咧，就整啲南斗延伸、北斗著名嗰啲，冇呢啲嘢。哇，大佬死咗咧，仲玩多幾次？啱嘛？冇嘅。所以營聯嚇。如果咧呢個營聯咧就講嗰啲一對對聯。咁但係當然咧，一般我哋講咧，如果係喺科儀裏邊咧，可能係打照嘅話咧，呢叫照聯。我咁寫後邊啲朋友睇唔睇到？阿哥哥，你影唔影到啊 ？OK， 咩啊？全程錄影嘅，有乜嘢抄牌嘅？打照嘅照，照聯，壇台啦。咁有啲好講究嘅啦，我一陣後邊有啲都會俾大家睇嘅嚇，好講究。扎作嗱，呢個扎作咧，唔好睇少。如果好似～我都想問大家啲朋友，你哋去睇一場大嘅照會，舉例太平清照啊，你會唔會去走去睇佢哋嗰啲習作，或者有冇留意嗰啲習作裏邊？而家用嗰兩個字，乸西，好隨便啊？點解咧？我講俾大家聽，好好笑。咁當然啦，喺呢度同你哋講嘅啫，喺現場就費事講啦，係嘛？啱唔啱啊？一定有嘅嗰個係咩啊？扎作大事啊嘛，係嘛？啱嘛？因為個大事就咩咧？如果佢要打呢個照，我舉例啊，用太平清照啦，佢就為咗陽落陰安嘅話咧，正正佢就要係招呼啲遊魂野鬼，但又驚啲遊魂野鬼嚟到咧，唔知道會唔會同啲鄉民即係有嗰、那個即係個所謂叫做。衝撞或者衝撞，於是點咧？佢就要靠呢個鬼王咧，就喺度助陣。呢、這個鬼王咧，就往往係揸住把扇，整住一支咁嘅手決嘅，我哋叫手決啦，或者叫劍字啊，嚇咁啦，就寫住分衣施食係嘛，即時社會福利處，不陰間嘅啫，有米派啦，係咪？好啦，呢個一個，第二個就咩咧？有喺度助陣嘅話咧。嗰啲遊魂野鬼男民就會好自律咁樣，就喺左邊排；女嘅就會喺右邊排。咁然後咧就係喺度慢慢聞經聽法，
然後咧就領受嗰啲召會裏邊咧嗰啲供品。啊，題外話，而家咧好似響長洲嘅太平清照咧，本來咧就係、是、一個神誕廟會。北帝是應該幾時神誕的？大路的三月初三，但是呢你記記下，你會記得四月初八的，是吧？還有你就不會記得個北帝的，你記得那個包，是吧？啊，這個包呢，一講這個大事呢，我要講這個包。如果你給我呢，這個包我一定不會碰。為什麼？如果你看到，都有這些說，如果你看到水陸掛軸，其中我們有些明代清代的一些召會，有些神像，那有些掛，通常供奉這個鬼王或者這個大士，旁邊呢，左邊一般呢就有咗個祭壇，有幾個道士喺度咧持劍，嚇喺度咧就演法嘅。而個鬼王咧就響正中間，前面咧就會供三個包山，好熟啦包山，你哋係嘛？係嘛？好啦，嗱，跟住嗰啲你哋要記得咯。包山嘅旁邊咧就一對赤裸嘅遊魂野鬼咧，就去搶嗰啲包。遊魂野鬼搶嗰啲包喎，咁但係咧，而家好開心啦，幾蚊一個，給個平安一個字，跟住咧你哋又中意食，咁啊當然真係鬼，啲西人喺度買，嚇係嘛啱嘛啊，所以咧即係當然啦，有時咧一個民間信仰咧都會隨住社會嗰個演變咧，係佢亦都係要迎合大家。而家你一諗長洲太平清照咧，你第一諗咩咧？飄色，係咪？跟住諗個平安包，今年有冇加價？排隊買唔買到？易唔易排？係呢啲。但係咧，即係如果你話從一個即係科儀嘅角度去睇嘅話咧，已經失咗佢嗰種咁嘅意義啦嚇。冇嘅，旅遊發展啊嘛，啱先係嘛？幾個人啊？租張凳嗱，你哋唔使錢啊，應該$100一個。今年就話好似話係嘛，嗰間士多一張凳就$100，嗰啲國內客咧就嚟到租張凳嗰度坐嗰度睇飄色。嗱，你哋坐啲凳要唔要$100啊？佢有冇收你啊？冇啊嘛，係嘛 ？OK， 即係就係咁樣啦。咁所以咧唔同啊，習作啦。呢、這個大事之餘咧，一般起碼最少仲有啲咩習作？嗱，我問大家啦，除咗咧馬爺。最重要的查就大事之外，一土地，二而家冇乜嘅盛旺，三黑白无常或者判官，嗱好多坑地嘅，黑白无常冇之余，判官而家开始都冇埋，吓咁所以咧教咗你哋咧就呢个有压力啦，你哋做压力团体唔系我啊。啊！有機會你講翻俾佢聽，你好似漏咗啲嘢喎。不過千祈唔好話葉長青話喎，大佬咪個個揾我麻煩喎。啊！我見到嘅就係咁嘅情況，係咪佢哋唔識咧？定係因為係佢哋往往係因為個成本問題咧？因為好多已經係咩咧？一隨住個信眾老去，或者係一啲地區嘅即係叫做重即係重新分配或者係拆遷咁樣。甚至有些是什麼呢？因為個成本問題，往往現在連神功器都沒有，純粹是可能做幾日召會，神功器不再做。所以即你有什麼辦法，特別是粵劇團體，即是他會這麼力竭聲嘶說沒什麼場地，因為確實是什麼呢？很多真的因為個成本問題。你想想，做兩三晚的神功器，可能在說那些那裡的費用是幾十萬，但是不要忘記未計過棚，那棚可以搭你100萬，可以搭你80萬，
咁所以你諗諗，即係話你要推動呢啲嘢嘅話咧，在財需財，係嘛？所以就有時咧係你要推動呢啲文化或者藝術嘅話咧，真係要好多資源。咁嗱，除咗呢啲雜作之餘咧，供品啦，供品一般係咩咧？特別係喺太平清照或者大型嘅照會嘅話咧，喺個神壇嘅前邊咧，一般有啲人咧就放啲五供器。大家有冇聽過咩叫五供器啊？呢個五供器係咩咧？中間一般有個香爐，跟住兩個燭台，最開嘅兩個係花瓶。五供器，咁五供器咧，如果有啲咧係本身佢有規模或者佢有啲咁資源嘅話咧，佢會擺實物；否則嘅話，佢係攞啲紙去扎呢個五供器放喺。大家有冇見到紙嘅五供器啊？有冇見過？哎呀，多咯，未見過，你下次去嗰啲召會，你又會睇到多啦，好多嚇。呢個五供器嚇，咁所以咧呢啲亦都係啦。咁好啦，水陸卦就頭先講咗啦，啲神即係嗰啲神奇嘅畫像啦。嗱，舉例好似呢啲咁，都係屬於靜態裏邊嘅藝術嚟嘅。呢個就係2012年底阿楊生幫息息園嘅嗰個。神壇的用具啊，那個展覽裏面的其中一些展品來的，你看到這個呢，就實情是一個濃縮的諸天神奇，它不是用一幅畫，它就用一個座架這樣的。藝術在哪裡呢？就體現在那些雕工那裡，還有呢，佢個構圖啊，同埋咧就將嗰啲諸天神奇咧，重要嘅神啦，當然咧就濃縮喺一個擺設嗰度。你見唔見到上高有三個三清？見唔見到？三清係我哋道教嘅最高嘅神明。好啦，一個層次一個層次都有嘅，見唔見啊？嗱，好似呢個咁，這個我哋一般咧就叫做斗獸棋盤，係一啲震壇器嚟。有時咧，你宗教或者一個科儀咧，往往就要請呢啲咁嘅鎮壇物或者鎮壇嘅法器咧，就喺個壇堂嗰度。OK， 你睇嗰啲手工幾靚啊！有個令牌，有個如意啊，有個降魔柱啊，又有條梁天尺，又有勾鬼杖，又有一個番旗啊，令旗。不過咧，嗰支旗就冇咗啦，呢兩個就有啦。OK， 啊，呢啲杉艇或者杉艇，呢啲杉艇或者杉艇系咩咧？喺科儀裏邊咧，科儀咧一般係喺每日嘅科儀裏邊咧，係有啲叫做杉科，或者有啲叫潮科。呢個咧就係嗰個杉科裏邊咧，要拜杉嘅時候咧，喺每一個神壇的前面咧，就會放一個杉瓶或者杉瓶。啊，我寫個簡體字俾你，介唔介意啊？啊，因為我驚有啲朋友對簡體字有抗拒。係啊，冇錯，杉悔正正就係杉悔。杉艇或者杉瓶 ，OK， 屏風啦，咁有啲咧，佢就唔用杉瓶嘅，有啲係咩咧？前面可能係一個神像。舉例，佢如果呢個拜呢個杉咧，佢係個形式係好似一個我哋俗稱叫做五老壇咧。香港啊，好多壇堂一般咧，如果做啲科儀或者宗教儀式活動嘅話，好中意咁樣放。咁佢可能咧，每個嘅前邊，嗱呢個係嗰個祭壇啊，或者個神像啊、主神啊，向呢啲咁嘅方向嘅，佢個杉艇就會擺喺呢度。咁有啲咧就好似用呢啲金木嘅咁嘅雕刻，咁同埋上高咧
都是我哋好熟悉嘅一啲傳統嘅《三國演義》啊，《水滸傳》啊，《西遊記》啊，啊，類似呢啲咁嘅忠義啊，或者傳統倫理道德嘅一啲咁嘅故事咧，就係、是、刻畫喺呢個鏟鈴嗰度。咁另外有啲採用係咩咧？就係、是、畫一啲神像喺呢啲中間嘅位置，就唔係採用呢啲啊，即、就、係、是、雕刻嘅方法啊。嗱，呢個又係嚇。嗱，呢啲我喺呢度講啊，呢幾幅咧就喺我哋廣東省羅浮黃龍觀咧收藏嘅。我記得當年咧九十年代中嘅時候咧，上海道教協會嘅會長陳連生老會長咧就帶一個團嚟嘅時候咧，就去到閉館嗰度，就竟然見到咧，佢話已經文革燒曬嘅鏟鈴。佢話：點解你哋可以喺香港有咁靚嘅咧？因為點解？因為俾得起錢咯。點解？當時係透過抄家或者咩咧，就將呢啲落到嚟香港，就經過當時嘅叫做外貿部或者叫做貿易部，然後咧就發翻落去俾香港一啲文物嘅販子或者係摩羅街。咁一旦呢啲收到類似嘅宗教嘅一啲法具啊，或者係課本嘅話咧，咁我哋嘅青松館嘅老館長咧，就第一時間咧就去睇，咁就好多張呢啲咧就收購咗、收落咗、收集咗。咁所以咧，當年咧，陳會長咧九十年代中嚟到我哋嘅時候咧，竟然見到我哋仲有呢啲咁靚嘅。因為呢啲係呢啲咁嘅金木嘅雕刻嘅話咧，一係就潮州，廣東嘅潮州，一係就咩咧？佢哋最熟悉嘅江浙一帶，東洋啊，呢啲木刻嘅。咁所以咧，佢一睇呢啲咧，佢係好親切嘅，同埋咧，佢係用一個崇敬嘅心。於是咧，就徵得我哋嘅館長嘅同意咧，就影咗，然後佢又翻去佢哋複製。咁咧就而家你去上海城隍廟啊，或者上海一帶嘅，如果係比較香火旺嘅公館嘅話，你都會見到類似呢啲鏟鈴咧復現。否則嘅話咧，冚唪唥得個吉，前面擺啲吉，係咪得個吉？係嘛？啊啱啊，係啦。嗱，呢啲都係一藝術嚟嘅嚇。好啦，嗱，一啲佈置啦、神像啦，或者係鐘鼓啦嚇。好啦，嗱，又或者呢啲嗱，頭先見唔見到嗰啲震壇法器啊？係嘛？啊，或者嗰啲供五供啦嚇。甚至啲神像啦，都係啊嚇，好啦，見唔見到？嗱呢啲都係一個佈置，呢個係三清啦嚇，漢白玉嘅三清啦嚇。嗱，見唔見到供器啊？五供器啊，見唔見到？啊，開邊兩個係花瓶，跟住係啊嗰啲蠟燭啊，嗰啲叫蠟燭或者係燭台，中間係香爐。我往往咧有時咧去一啲廟宇度咧，我就好留意呢啲嘅。點解咧？就等於而家咧，往往見到個福祿壽咧，就唔係我哋一般見開，或者我喺傳統嘅一啲嚇、流傳落嚟嘅明朝、清朝好嘅一啲嗰啲叫三星啊，或者係福祿壽像咧，你會見到福神係咪喺中間？祿神係咪喺呢度？壽星公係咪喺呢度？但你試下翻去國內睇，嗰、那個壽星公冚唪唥放曬呢度。咁我話點解咧？因為佢哋嗰啲方向咧，同我哋方向唔同啊。佢個福祿壽咧，我哋咧就咩咧？呢、這個係最尊嘅，呢、這個係第二尊貴，呢、這個係第三尊貴，係咪？佢哋調轉。咁所以咧，佢哋個福祿壽咧，阿福就一定喺中間噶啦，係阿祿同阿壽咧調咗位嘅。咁但係你講翻俾佢聽，喂，好似你擺錯喎，佢都唔係好啱聽。正如嗰啲五供一樣，佢哋嗰個咧，個蠟燭咧，或者個燭台咧，佢係擺開邊嘅，唔係擺入邊嘅。咁佢哋最妙嗰個答案就話擺幾十年嘅喎，咁擺幾十年唔會錯嘅咩？啱話就係幾十年移動過佢啊嘛，被移動啊嘛，啱話係嘛？或者打掃嗰個搬開咗之後擺翻緊翻嘅時候。因為之前有嗰啲塵啊，或者老年跡啊，話認得嗰個腳，
佢就識翻翻嗰個位。但係一抹清楚嗰啲跡咧，所以個紫砂壺千祈唔好刮咗啲茶色佢。一認唔到個跡，佢就放一放放錯咗，一放錯咗咧，後人就話唔關我事喎，我跟上手，唔係跟上手喎。呢個係好自然嘅一個。如果你特別你哋係嗰啲壇場公館裏邊有份參與嘅話，你真係留意一下笑話嚟嘅，連個五公喜都擺錯啊！好啦，呢啲又係一啲啊靜態嘅藝術啦啊！你會欣賞下嗰個神像啊，或者前面嘅擺設啊，甚至係呢啲翻啊呢啲。當然呢啲可能是近代啲嘅，但係咧，你有機會睇睇有啲翻咧，好似北京白雲觀咁，我都感覺好痛心。1992年嘅時候開始跟老館長去參訪嘅時候咧，掛喺個皇陵觀前面嗰啲，都係明朝、清朝內府賜嘅一啲法杖或者寬門。大家知係咩啦？法杖或者寬門係嘛？好可惜，幾年後去。仲係喺度，不過已經殘缺好多，或者黑好多。點解？俾咗10元入場券，入去唔摸夠呢啲嘢，點對得住嗰10元啊？啱嘛？係嘛？摸摸下就甩，一甩咧，再回頭也不要你啦。點解？殘缺啦，係嘛？咁你證明一樣嘢就咩咧？你如果知道呢啲係文物又咁重要嘅話咧，應該係好好咧將佢保育或者收藏，係嘛？善信多啊！你俾個機會佢佈施啊，叫佢為你出個名，整對翻，或者係照老翻最叻老翻啦，係嘛？整個 B 貨嘅咁啊 OK 嚇，將嗰個 A 貨嘅收埋。咁但係有時即係你都不知其所以然係嘛？佢招待我哋咧就好豪華嘅，但係叫佢整幾萬蚊人民幣將呢啲去到復修，佢話：哎呀，我哋調動唔到錢，即係個意思話最好嚟捐啊咁。係嘛？咁即係你有時呢啲嘢，我哋覺得啊，所以即係有個廟宇管理委員會係好啲嘅嚇。有咩維修管理可以即刻打電話俾阿譚小姐咧，就可以嚇，佢就會安排啦嚇。嗱，好似類似呢啲壁畫啊，最出名嘅啦。如果係山西永樂宮嘅，係嘛啊，元代嘅嚇。咁啊好啦，嗱呢啲響羅浮山。黃龍觀嘅都係請佢哋山西嘅師傅嘅，咁啊好似類似呢啲嚇壁畫嗱，呢個就北京白雲觀嘅，呢個咧萬壽花，呢個萬壽花咧真係一件藝術品，同埋一件古董嚟嘅。點解我可以咁講咧？呢個萬壽花據講咧就光緒年間慈禧60大壽嘅時候，賀完壽之後咧係地方官員進貢俾佢嘅，賀完壽之後咧佢發心送去白雲觀，掛響白雲觀。嗱，掛喺白雲館啊！90年代中，我記得啦，逢迎仙館辦嗰個道教音樂咧，第一次就喺沙田大會堂。我睇見好多嘢，我都好痛心。點解咧？第一個消息聽到，白雲館嘅道士當時可能比較個經濟資源冇咁豐裕，坐火車落嚟，跟住經深圳咧過關，火車咧震裂咗啲法器啦。震裂咗啲法器，咁我啊震裂咗咪買個啦，佢唔係啊，裏邊是明朝嘅咁啊，哦，嗱明朝嘅喎，咁好啦，一個，另外一個咩咧，更加令我震驚，佢哋仲嗰啲經本，北斗經，佢嗰啲北斗經咧係嗰啲經節本，我你呢啲經節本係啊，響三清閣上供正。藏正統道藏嗰個經櫃攞出嚟嘅，啊咁嗰陣時嗰啲文物嘅關卡又咁鬆喎，大家都知道，妖魔就係正統年間嘅，妖魔就係萬歷續道藏，大家數數手指都知道幾多百年，係嘛？啊咁啦，呢個個，另外就竟然咧就為咗佈置嗰個壇堂咧，就喺個 stage 嘅上高咧就掛咗一對萬壽花，在座有冇當年去？沙田大會堂有冇聽過呢個音樂會嘅？唉，你走眼啦，真係呢啲萬壽花見一個壽字啊，每一個係咪藝術品啊？係嘛啊？咁但係咧，你問我咧，呢幅畫咧
都十多年前啦，嚇、啊！而家有冇咧？或者已經又係有俾咗10蚊入場券摸摸先，或者扯一扯先，唔知嚇。嗱、啊，呢啲都係靜態嗱、啊，好似呢啲咁嚇，一啲嚇、啊、指責啊，或者一啲嚇啊嗱、啊，有時同啲朋友講吊掛，吊掛七個字一句，你唱嘅啫係嘛？啊！見面啦，七個字吊喺度，掛喺度啊！嚇，呢啲又係吊掛，係咪？嚇、啊，你一睇睇到啦，一個法事喺個廟進行，或者係喺度做一個咩咧？係有啲請呢幾位大神助陣嘅一個狀喺度，但係我唔係道理去。即係呢個信仰，而係睇佢嗰啲手工，呢啲係咪都係啲剪貼嘅藝術啊？嚇、啊、嚇，寫嗰度你見唔見啦？寫啲字，仲要剪到個有留空嘅喎、哦，係嘛？嚇、啊、嗱，上元赐福天尊，北極元天上帝，太乙救苦天尊，係嘛？啱嘛？然後咧就有一句句嚇呢啲咁嘅啊偈語啦，啱嘛？係嘛？不同顏色喎、哦，係嘛？啊，呢、這個係咪視覺上邊嘅藝術啊？啊，呢、這個咧，我記得係2012年搬咗落嚟，係據講係唐代嘅一個太上老君嘅石像。慶幸咧，文革之前期咧，啲北京白雲嗰啲道士發覺唔對路咧，就掘咗個窿埋咗佢。到了80年代咧。覺得嗰啲環境氣候咧舒緩咧，挖翻佢出嚟嚇，咁而家咧就係佢哋鎮觀之寶嚟嘅嚇。北京白雲觀嗱、啊，下低你睇睇呢啲金秀嘅，用啲金線盤嘅白雲觀呢三個字，儘管啊呢、這個唔係彩圖嚟嘅，但係你睇睇呢啲亦都係清朝嘅時候內府賜俾白雲觀嘅，咁你睇到呢啲咁，但係好可惜。啲佢哋個冇呢啲咁嘅保育意識，或者冇一個文化藝術一個角度去到保存佢哋，咁往往咧就係、是、啊，即、就、係、是、流水落花啦。嗱、啊，好似舉例啊，呢個係一個咩咧？琉璃嘅一個我哋叫龍牌，龍牌先做咩咧？可能有時咧，佢要做科儀嘅時候咧，未必係可以請到成個聖像，佢就會咩咧？前面可能有一個叫行身或者一個行宮 portable 嘅喐得嘅，唔係俾你喐佢，係可你可以，譬如咁啊，兜佢出嚟坐輪椅，然後繞境出巡啊！嚇，佢嗰個神明咧，俾你兜過出嚟繞境嘅話咧，就令到合境平安啊！嗰啲瘴氣啊、烏煙全部清除曬，所以咧，通常咧。個尊神嘅前面，你會見到係有啲所謂叫分身，或者我哋叫行宮或者叫行身。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有一個呢啲咁嘅龍牌。嗱、啊，呢、這個係文物嚟㗎，武當山㗎，又收埋咗啦已經。不過就俾大家睇啊，用琉璃做嘅。咁呢個咧就肯定因為點解咧？當時配合朱棣啊，對北武大帝嗰個信仰嘅話咧，你諗下佢可以用。北京紫禁城嘅規格去到搭建呢個武當山嘅廟宇建築群嘅話咧，佢連呢個龍牌佢都係用嗰啲材料同埋手工。OK， 呢啲仲唔係藝術？係嘛？嗱，好啦，嗱喺南方都市報嗰度嘅，有呢個咧就廣州府城隍。嗱，大家唔好忘記啊！不過咧，我哋環保委員會咧。下底有啲托管嘅廟宇，好似我哋交咗俾東華三院管嘅，榕樹頭嗰幾間，油麻地啊，有城隍廟喎，知唔知啊？城隍廟個嗰個神咧，仲係用緊廣州府喎。咁換句話講，香港榕樹頭嗰個城隍廟，可能當年都係響廣州城隍廟請翻嚟嘅喎，係嘛啊？咁啊呢個咧，據講啊，而家就情歸佛山祖廟，但係咧就最初就應該係響
廣州越秀區嗰個中山四路嗰個都城隍廟嘅，就因為文革嘅時候咧，就捧咗過去佛山。咁到到咧2012年要將嗰個城隍廟咧恢復嘅時候咧，問佢攞翻咧，佢話：喂，對唔住喎，唔係你嘅，佢仲係唔係我嘅廣州府城隍，係嘛？係唔俾，係唔俾。咁但係唔緊要，問題咧俾大家睇咩？你睇你可以睇到嗰啲神像嘅。嘅手工同埋咩，係嘛？呢種咧，仲係又係我哋廣東嘅一特色。好似有啲，我記得我哋細個嘅時候咧，玩啲玩具啊，有啲嗰啲長劍咧，嗰啲劍鞘係咪有啲就好似咁樣立體嘅一啲，係嘛？一啲咁嘅手工嗱，你睇下你睇到嗰啲袍飾裏邊就有呢啲咁嘅嚇。嗱呢啲嚇，儘管啦而家嚇收埋咗，咁但係你睇翻嘅話咧，你會覺得嚇都係一件。啊！藝術品一個藝術雕像啊，個牌啦，廣州府城隍籍主宰正直之神啊！嗱，呢啲同頭先嗰個琉璃瓦又唔同啦，呢個係木嘅，係嘛？嗱，呢啲咧，贊星轉運嘅時候咧，個斗盤啦，咁個斗盤裏邊咧，佢又放咗好多吉祥嘅法器啦，又有鉸剪，又有刀，又有秤，又有鏡，又有燈。又有華蓋，又有星牌，咁啊，包括咗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啦嚇。嗱，呢啲太平清照嘅時候，頭先講啦，馬爺啦，係嘛？啊，咁啊，一隻馬啦，啊，呢只馬咧有個好大作用嘅喎，將嗰啲文件啊、嗰啲榜文啊、文書啊，往往就透過呢只馬咧，呢個咧就係公曹嚟嘅，就將咧嗰啲嗰個召會啊。嗰啲召眾啊，或者嗰啲出啲召金去到收呢個召嘅嗰啲原主啊、大鄉主咧，嗰、那個齋意咧就敬達天庭咧，就往往透過只馬。咁咧，你見到呢只咧就比較普通啲嘅。咁我記得啦，十年前咧，我哋青松館咧就幫嗰、那個平山做十年一個召咧。咁佢哋要求咧，只馬係要。扎真馬咁大嘅，真係扎真馬咁大嘅啊！咁啊，佢話佢哋即係覺得咁樣先至咩嘅，咁我哋都順應佢。所以咧，到三上廟嘅時候咧，嗰只馬真係我見到啊，真係好似沙田嗰只嗰啲馬房裏邊嗰啲馬真係咁大。咁但係呢個咧就當然冇咁大啦。嗱，舉例呢啲都係啲扎作啊、靜態啫嚇。嗱，前面一樣有啦，不過呢啲咧五供器咧就係、是。是可能是石啊，这些又是一些静态的一样 有这些五供器还 有五斋、啊、这些供品、啊、五果、啊、五果请大家看看这五果呢它是用一个什么呢借不借到你借不借到用一个五行的颜色见它了金木水火土、啊、这个属冬青色这个属蓝紅色呢個屬中黃啦，啊呢個屬西白嘅，呢個屬於北原色或者黑色，啊 OK 嗱、啊、同樣啦，啊嗱呢個又係我哋華廟核下嘅啊北帝廟同埋三太子廟啦，嚇咁嗱你見到啦個北帝爺嘅前邊啦，都有啲五供器啦，啊好啦，啊呢個咧就係荷里活道嘅文武廟啦，嚇咁2010年嘅時候咧，我哋同佢做咗一個。兩岸四地同埋加海外嘅一個關帝廟會啦嚇，咁咧呢個咧就係、是、我哋當時咧就請佢荷里活道文武廟咧，咁啊梗係喐唔到佢嗰個神啦，供奉喺度嚇，佢、啊、又唔肯借嗰個分身啦，於是點咧就借咗佢呢個關帝聖像啊，呢個畫屏，咁咧就去到我哋嘅會場，咁咧都好大面子。佢哋文武廟嗰個關帝咧，九啊幾年未過過海，過過浮嘅啊，咁啊嗰次都借咗佢過嚟我哋深水埗可汗我哋啊，咁啊所以咧即係話啊，你見到佢前面都有啲啊擺設啦嚇嗱，係啊第一次出門，呢個咧就係當時嘅仲未改名叫做關帝廟之前嘅武帝廟嘅關帝，咁呢個咧就係、是、我講啦。嗰、那個兩岸四地加海外嘅嗰啲關帝像咧，嗰啲分靈咧，全部咧擺曬個壇場嗰度啦嚇。咁呢啲都係
一啲靜態嘅，好似呢啲五公器啦，係嘛？呢個好靚啊，景泰藍嘅係嘛？嗱，呢一睇你知係咩咧？呢啲肯定係皇室裏邊嘅，同埋咧有連款嘅，見唔見啊？有連款嘅呢啲咧，即係差唔多係接近係嗰啲拍賣，已經係嗰啲拍賣嗰啲珍品或者藏品嚟。咁當然呢個色咧就少見啲，一般我見到嗰啲咧就類似黃色萬壽無疆嗰啲就比較多啲嚇，嗰啲更加顯到咧。即是皇室帝王的一些即是他的內府的一些共器。好像这一套这套就是我们青松观的门楼里面的。这套呢如果这个大家看你估有几高啊，个半人那么高，用石做的。这个呢又是几乎要流去海外的70年代，那又是当时我们的老馆长不忍心了，于是呢就将它得夫还予、啊、这些牌匾、当然了，即是如果是做科仪的时候呢，有时个照坛的布置的话都有些牌匾、除了照联、上高都加了一些扎作、一些花牌代表代替鲜花，另外呢就再用木刻的做一些龍竹鳳竹了、这个香爐呢本来就没有个盖的，老館主呢就为了这样就特登叫人就精雕了一个紫微正照，有个紫微大帝揸着个印紫微正照，就做那个盖顶上高的一个摆设、这些都是一些艺术来的、这个就是深水埗武帝廟啦，咁當時叫武帝廟，而家我哋叫關帝廟啦，咁咧嗱一啲科儀之前嚇，咁有啲啊威儀啊，或者一啲儀仗啦嚇。好啦，嗱呢個咧就個印啦，隔離有七星燈，見唔見啦？係嘛？嗱頭先嗰幅1883年嗰個都有七星燈喎，大家見唔見啦？都有嘅喎嚇。七星燈隔離咧又有個龍牌啦。这个呢就是一些布置了，类似这样花竹炉了，这五公器了、都是我们关帝庙的。好，这个呢就是当年呢在黄竹街做这个庙会的会场，就请到广州道教协会呢就派了十几名呢道士呢就去拜忏做个仪式的。你看到了好像这些袍式是不是都有不同，很漂亮，是吧？好了，嗱，咩嚟噶？旗杆，旗杆。嗱，呢啲旗杆咧好罕有。嗱，舉例啊，如果做科儀嘅時候咧，大嘅召會咧，一般咧就有啲咩咧？有啲嗰啲叫做番杆啊。嗰啲番杆係咩咧？佢要邀請天上面嘅神明嚟到鑑照或者鑑領，我哋或者叫正盟。另外一支有陽番有陰番，另外一支咧就咩咧？就通告地府就咩咧？我呢度開 party， 啲遊魂野鬼可以嚟呢度聞經聽法，領受衣服。合食这个呢番杆呢一般呢上高仲有啲番嘅，或者有啲旗，咁呢佢就有呢个作用，有个天番有个地番，好靚呀呢啲，尽管已经係有啲残缺，但你仍然见到係咪有啲龙在那盘住，是吧？见面了一对的。这幅呢我在陕西省宝鸡宝鸡一个道观里面呢还见到的。这个呢你不要以为只是我们西北地区才有，如果有些朋友会留意到的呢，就有些我们香港开埠的一些西方的一些朋友画的油画，你会见到呢
佢一畫啲廟宇咧，前面就一定係有一支旗杆，或者叫番杆，咁咧就有支旗喺度招展啊。咁咧當然啦，香港有，另外一個咧就好中意畫嘅，佢哋就媽國廟，澳門亦都係有呢個番杆啊。咁所以咧，即係呢啲咧都係係。在呢個一個科儀裏邊咧，即係話係，如果係作為係一個科儀必備嘅一個威儀啊，或者法器嘅話咧，同樣佢亦都可以體驗到佢有一個藝術嘅成分喺度，係嘛啊？你如果冇藝術嘅話咧，可能怎動一支竹竿，好似有啲咁而家整條不鏽鋼柱咁，但係你話如果係有埋呢啲咁嘅造型嘅話，係咪係賦予咗？這個威儀或者這個擺設的另外一些、藝術的成分，是吧？這些就是不鏽鋼了，是吧？但好在不鏽鋼之餘呢，它那些番呢，它都有些不同的特色、這些就是那些檀色了，三層的檀，三層的佈置，你看色彩是不是 很多色彩、近鏡、有些道士在那裡進行一些科儀了、好了、這個也是好了。請你看看那些袍飾是不是有不同的袍飾，那些袍飾也是很漂亮的、有冇見過呢啲咁嘅壇？喺邊度見？答你，如果係咧，真係可能香港係比較少，呢個台灣嘅，因為台灣咧，佢哋如果係要做打照嘅話咧，或者即係要大型嘅法會嘅話咧，最少要搭一個三層嘅呢啲咁嘅壇。大家你可能咧，即係。看這幅圖看不到它的尺寸，但你看看它下低這些摩托車，你就會約莫知道它的尺寸。還有日頭它已經開燈了，夜晚上有些景象令你更加之無呢，覺得它那種華麗。不單止這樣，它這個照棚呢，它除了三層之餘呢，它上高呢還要是擺一些古董或者是擺一些舊物在那裡，即是你來到這個召會的話呢，你不單止是藉住呢個召會啊，同神明可以大家咧天人感應啊，天人溝通。你仲係咩咧？嚟到咧可以欣賞到一啲古物啊，或者係呢啲咁嘅藝術嘅，搭一個咁嘅棚，唔簡單嘅喎。仲有啊，佢未到嗰個場面係咩咧？如果佢要，當然係一個召會咧，我哋話清召、幽召，有做清事即係喜事嘅，有做幽悼亡嘅。但是清照之餘咧，就唔好以為淨係清照咧就唔做休嘅，錯。陽落陰安，係嘛？所以你就算太平清照係一個清照嘅話咧，你都要有悼亡，就係嗰啲遊魂野鬼。好啦，當佢要做悼亡嘅時候咧，前面排住一行一行一行，全部放曬嗰啲供品，哇！嗰啲場面蔚為奇觀。唔單止咁樣，甚至有啲咩咧？有比賽嘅，所以咧廟會咧有啲就唔係叫廟會，叫賽會。咩叫賽會咧？比賽、賽會。賽咩嘢？預知三年後會有召會，我就鬥肥嘈嗰只豬。不是要豬頭，到召會開始的時候呢，就將這隻豬劏了，然後整隻豬呢就會燒一個鐵架，將隻豬呢擺到很漂亮，但是就不是給個豬頭你看，給個屁股你看，跟著就在上高呢就再畫些東西，鬥什麼呢？一鬥重、鬥肥、鬥好樣。咁嗱，你有你鬥喎，你下低念經嗰啲咧，就真係屙你吉底啦。點解咧？
清風徐來之際咧，你喺個壇嗰度念緊經咧，一陣嗰啲腐肉臭味咧就吹埋你度。咁所以咧，有時你話係咪真係話應該？如果係呢啲咁嘅科儀或者呢啲宗教儀式，係咪似乎真係要分位物近嚇？齋戒清淨係嘛？因為我領教過。一路拜忏的时候，因为他一排猪响晒度，唔系一只啊，一排啊吓，哇！嗰啲风由嗰度一吹埋嚟个坛嗰度咧，我闻出一次就有啲想作呕嘅咩咁，但系咧嗱，你唔好忘记，做完几日照之后咧，啲猪肉煮翻俾嗰啲有食，神福嚟噶嘛，点解唔食啊？福罪啊嘛，食咗就真系福啦。嗱，我唔知。他哋真係攞翻嚟食嘅，咁所以咧，佢哋真係比賽嘅。咁然後咧，就會將嗰、那個嗱，當然佢養咗、劏咗、佈置係咩咧？呢啲都係所謂嗰啲叫供品、獻物。佢係咧真心誠意咁奉獻俾佢信奉嘅、信仰嘅嗰個神明。佢圖一個咩咧？陽樂陰安。合境平安嘅啊，佢唔存一個私心，當然存一個鬥心，就咩咧？我養呢只咧獻神嘅豬，一定攤過你得，打過你得，中過你得，佢有呢個鬥心啊！咁嗱，不過冇機會啦，揾唔到嗰幅圖。如果唔係咧，俾幾幅你嘆下咧，你都睇得到啊！好嘅喎，佢加工嘅喎，將佢個屁股咧畫咗啲嘢嘅喎，美化咗佢，然後嗰條尾咧仲可以同佢翹翹到有啲圖案。咁我話呢啲又係藝術嚟嘅喎，係嘛？嗱，夜晚嘅景，嗱呢個唔止三層，四層，靚唔靚啊？旁邊仲有眼一紮天燈，啊，等啲天上嘅神明咧落嚟鑑領嘅，同埋咧旁邊咧仲有一啲嗰啲召會嘅榜文，啊，嗱呢個圖啦。我远远咁样影嘅呢幅，好呢啲好熟啦，系咪？嗱，呢啲都系一啲静态嘅，嗱，颜色配搭得几好，系嘛？啱嘛？啊，敬奉菩相，祈上帝啊，请将艾剑咧镇群魔。不过就唔系三月三啦，四月初八先啊镇啦，系嘛？啱嘛？要唞个零月先，系嘛？咁同埋咧，講到明俾你聽啦，有遊行大會啦，嚇神聯會景啦，嚇啊！咁似乎咧就即係將太平清照咧嗰個功能咧，就隨住個社會或者係嗰啲社會嘅大眾嘅需求咧，轉移咗啦嚇。嗱好啦，呢個香港電台啊，有一個網頁咧都有啲雜作啦，呢啲咧就係啦嗱咁啊啊，唔同嘅部分啊啊。就請一啲花牌嘅一啲習作嘅師傅咧，啊，將佢咧講解俾大家聽啦。咁好啦，下低有一個咧，就係、是、好似頭先嗰個咁嘅啊，擺只一啲龍柱咁啊。咦？呢咩啊？啊，下次仲咁攞嚟個平安咧，係嘛？嗯。好嗱，呢啲有啲嚇，呢啲係《蘋果日報》嘅嚇嗱，一啲照棚嘅花牌嗱，呢啲都係一啲藝術嚟嘅喎，你唔好以為啊。一啲雜作啊咩咁啊，呢啲你話隨隨便便，你未必有人識咁樣做法啊。啱啱咧，琴日先有位國內嘅朋友講，佢想喺廣東一帶咧恢復翻，佢請唔到人扎花牌，佢話可唔可以提供一啲飾養俾佢？我冇理由喎，呢啲嘢我哋喺你哋度學翻嚟嘅喎。點解咧？好似飄飾啊呢啲咧，根本就以前佛山鄉，佛山啊曾經因為抗過啲部民咧，所以咧當時朝廷咧就頒佛山叫忠義鄉，咁啊張祖廟嗰個神咧，正月十五之後咧就抬出嚟，逐個鄉又放幾日，逐個鄉又放幾日，等所有附近啲鄉咧個個都有得參拜北帝，咁所以咧就先至有嗰啲咩出會啊、飄飾啊、抽飾啊嗰啲習俗嘅。好啦，咁呢啲咧都係我哋響。
當年就在那裡學的，但是反過來現在在國內，特別是廣州、佛山，竟然找不到人是摘回這些東西，那是要希望香港是提供一些飾養給他，可以恢復回這些。你看這些太平清朝的招牌，我們也不弱的，我們環廟委員會每兩年的那廟會的話，我們兩個會場我們都有堅持的，我們一樣是請啲功德主咧除喜嘅話咧，佢哋都整個花牌，咁我哋都希望係有嗰個廟會或者有嗰個節慶嘅氣氛嘅嚇啊，係嘛？嗱，呢啲《蘋果日報》嘅嚇啊，你睇幾靚啊！遠遠就知道咧，呢度有大龍鳳啦，啊，有嘢做啦嚇嗱。另外又呢度有花呢啲花炮啦啊，高唔高啊？你睇啊啊！最貴是什麼呢？拿來拍賣之後呢，這個福鼠來的，還有這條 紅花拍賣呢，最觸目和呢人們最喜歡鏡頭的，還有另外一樣是什麼？那塊薑，知不知道那塊薑拿來做什麼？什麼才要有薑？要煲薑醋的求子啦嘛，所以咧炖嗰啲薑咧就最搶手啦。除咗嗰個福鼠同埋咧呢個神鴻啊，咁咧就係嚇嗰啲薑。咁咧就通常咧，有時啲花炮會咧，佢呢個節慶啊或者個神誕嘅廟會嘅慶賀嘅話咧，佢有啲經費咧，往往亦都係靠咧呢個花炮響嗰日完成咗嗰啲需要嘅宗教儀式之後咧，攞嚟係俾嗰啲善信鏡頭咧。所得的費用就拿來彌補或者是支持整個活動的所需的費用的啊，這個也是，不過這個就是《東方日報》的啊，又不同了，是吧？你會看到了，是吧？你看看是不是成四五個人那麼高啊？香港的、啊，這些是不是藝術呢？你說是吧？好啦，嗱呢啲咧就係大渊隐二啊，日本呢个学者咧，响70年代影嘅，当时长洲太平清照啊，冇学而家咁啦，嗰啲花牌冇咁大啦，一样见到嗰三个啊三座包山啦啊，咁咧当时嘅嗰啲请啲道士嚟迎圣啦啊开坛啦，咁同埋咧嗰个神坛啦，咁吊咗几多灯系嘛？咁啊，上表啦啊！香港嘅正一派啦啊！咁咧就係喺度，同樣又係上表啦，兩個，一個咧就喺度戚水，一個咧就喺度舞劍啊！咁呢個咧就如果冇記錯咧，就應該係香港好出名嘅一個姓陳嘅道士，不過已經係走咗啦。而家咧就佢個仔喺度傳承緊嘅嚇，咁咧就呢幅都係70年代嘅嚇。呢、这個日本學道教或者研究民間宗教嘅學者咧，佢留低嘅一啲寫真嘅記錄啊。好，嗱呢啲係而家嘅《蘋果日報》嘅啊，《長洲太平清照》。咁啊睇乜嘢咧？似唔似頭先我講好似五老壇咁樣？係嘛？嗱，你請睇睇20多、30年前同埋而家嘅話咧，你見到佢哋都有個要求啦，起碼嗰啲道士嘅服飾都係會。有所進步，起碼是一對顏色的，是吧？啱嘛？嚇，嗱呢啲咧就動態嘅，點解咧？佢喺我壇嗰度咧，壇上嗰度咧就繞壇嘅，啊，呢啲都係啦。除咗係靜態嘅佈置之外咧，啊，嗱呢啲又係啦，靜態嘅佈置啦。好啦，嗱呢啲又係一啲神壇啦。這個我哋喺泰國嘅時候一個做一個科儀咧。咁佢哋佈置嘅天壇啦嚇，上高咧有三廠嘅，啊就三清啦嚇，嗱個壇啊，嗱呢啲係一啲紙扎啦嚇，嗱呢個咧就係我哋一般咧，如果係祭優嘅話咧，如果係唔扎作嗰個大事咧，就會攞一個水陸掛軸咧，就呢個係我哋道教嘅太乙救苦天尊，一般咧就做祭優嘅時候咧，就要請呢個神祇咧就去到加持。去到正盟 ，OK。
是艺术啊，是不是艺术啊？靓唔靓啊？嗱，取自咧一个网站叫道教之音啊，但系咧就俾大家睇就咩咧？系咩嚟噶？嗱，唔系迷，系一啲咧，我哋喺鱼缸里边铺嘅啲白石、白碎石。嗱，仲有佢好形象噶，佢好似呢个系咩咧？有啲朋友知道，有啲朋友唔知道。地狱呢个系咩咧？九幽十方肉，咁當然你見到八卦啦，佢中間仲有一個嘅四正四圍，四正咩？東南西北，四圍係咩咧？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再加埋中央嚇，冇啦。要做呢個破肉，你哋可能見到嗰啲咧，就未必喺廟裏邊啦，通常喺靈堂前邊啦，啊殯儀館嗰啲好好氣氛嘅，嗰 part 要閂燈嘅，係咪？啱唔啱？同埋咧，就仲有一群咧，就攞溪前點咗啲油嘅紙，然後咧就要點埋啲火，跟住咧就攞嗰把絲刀，頭先嗰把就去做嘅，拋得好高嘅係嘛？呢、這個都唔單止，另外咧就動態係咩啊？佢要舞蹈嘅，不停咁樣旋轉嘅。咁啊，仲有啊，你留意到嘅，做這個呢個咧係特約演員嚟嘅，係咪特約唔係演員係特約嘅？點解咧？坐喺度嗰啲咧，耐唔耐就要出去吸下神仙氣嗰啲咧，就頂唔順嘅。佢一般要俾一個年青力壯嘅，點解？一個淨係好似體操咁自轉360度咧，好多次嘅，兼佢啲步伐咧唔會亂嘅，唔會踢到中間嗰盤火盆係嗰盆油嘅。咁所以咧，佢一定要揾個年青力壯嘅嚇。咁佢啲動作嘅話咧，係成個你嗰晚睇到咧嗰、那個儀式咧。就差不多是最精彩或者最壓軸的。因為為什麼呢？我們中國人呢，在一些儘管是很莊嚴、很嚴肅的一些喪禮裡面呢，但是為了要減輕那些喪家或者是那些戚友呢那種哀愁，所以呢配合這些儀式的話呢，可能都會提供到一些歡樂氣氛俾佢哋。咁當然啦，香港好過台灣，台灣有厭惡睇嘅添。啊，等你哋咧悲傷之餘都可以有啲慰藉嚇。咁、咧，香港拖奶咧就仲未流行到呢啲咁嘅咩，所以咧科儀嗰度我哋要進步啲啫，即係有啲鋼管舞或者咩都可以考慮進考慮下可以咩。咁嗱，你諗啊，如果嗱，呢個另外一款啦，又喺間廟裏邊。不過呢兩幅都係上海嘅。當然啦，香港係咪咁做咧？未必。不過我就講俾大家聽，啊，嗰24尾裏邊咧，即係咪有啲做道超道嘅？嗱，鋪字嘅噃，唔係鋪米或者鋪白石之餘咧，佢有寫啲字嘅。沉雲濟魄宗啊，呢、這個元王宮啊，咁好啦，你睇到啦，這個佢鋪緊嘅。亡者眾超星啊！好，見唔見到呢個係咩肉啊？頭先嗰個九幽十方肉，呢個係咩肉啊？呢個血狐肉啊，血狐浩蕩啊！呢個血狐一般係咩咧？係俾嗰啲婦女夭亡啊，或者因為生仔嘅時候咧，即係不幸小產啊咁樣。咁但係咧，如果一般咧，有啲咧更加，即係如果從藝術角度睇啦，更加賦予咗佢一個特色嘅話咧，佢係用啲染紅咗嘅石去鋪呢個血狐肉，你望起上嚟就血淋淋咁嘅，啊，咁嗰個就叫血狐肉啊，佢一樣係放啲神像嗰度，主神啊，另外兩個神喺度坐鎮嘅嚇，好啦，嗱，呢啲又係指責啦啊。可能要嗱，呢個就是大事啦，即係嗰個觀音大事啦啊！好啦，嗱，甚至咧有啲扎作火龍嘅，呢個係新加坡嘅一個叫萬山福德祠，百幾年歷史嘅。佢呢條火龍咧冇火龍咧，2009年已經攞咗非物質文化遺產噶啦啊！咁啊，香港就
大坑嗰個方眾會都有。嗯，不過如果我睇嘅話咧，亦都睇過佢哋嗰啲錄像咧，就似乎佢哋嗰啲扎作咧，我覺得如果插啲香枝咧，或者咩咧，佢比我哋大坑蓮花宮唔係大坑方眾會咧，仲密實精緻。嗱，呢個龍頭啦，嗯，我哋嗰啲咧就話要用珍珠草嘅，啲珍珠草咧仲好難揾到嘅，同埋咧啲珍珠草咧好貴嘅，貴到我哋要揾佢咧，佢都話冇辦法係咁貴噶啦，咁啊，除非你唔揾我條龍嘅啫，啊，咁唔知揾火龍好定揾水龍好啦，不過我哋都要啊，冇辦法啦，搞廟會就嚇，好啦，呢啲又係嗰啲壇堂嗰啲，如果進行科儀嘅一啲佈置啦，啊，道士嘅服飾啦，啊，手中持嘅就令牌啦，啊，好。頭先一個靜態就係壇堂嘅佈置啦，另外啲法器威儀啦，包括有手中持嘅簡啊，頭先嗰啲咁啦，如意啊、香爐啊、令啊、令啊劍啊、令牌啦、法衣啊、頭飾啦，啊嗰啲台飾啦、啲神像啦，啊呢個有啲朋友知啦，啊呢個六十三代張天師啦，不過就走咗啦，啊1969年尾走咗，好啦，嗱啲袍飾啦，係嘛？呢啲我哋一般咧就叫做學廠，咁啲學廠咧。你睇下佢除咗啲八卦嘅紋飾之外咧，佢兩旁咧就繞住嗰啲咧，都係啲吉祥嘅。特別我哋道教好用嘅，就叫咩咧？暗八仙，就將八仙嘅每一個神仙嘅法器，咁但係咧就唔使受個人嘅，受個法器。劍可能代表女祖師、女洞筆嚇，嗰、那個花籃代表藍彩和，荷花代表何仙姑，就。在呢度嚇，作為咧呢個法服嘅紋飾啊，嗱呢啲都係見啦。啊，殼係咩啊？長壽嚇。呢件袍咧，我哋一般叫殼廠，寬廠個廠啊。咁所以咧就有啲殼紋，見唔見啦？啊，盤住嘅都係暗八仙啦。啊，呢啲靚唔靚啊？呢啲古董嚟㗎嚇。啊，我聲明呢件衫唔係喺呢個網我提供嘅。呢件衫係咩咧？當年第一次識阿楊總監嘅時候咧，佢就送咗一本圖錄俾我。呢個咧就係2000年、2004年嘅時候咧 ，Little Stephen 喺芝加哥同埋喺三藩市辦嗰個道教文物嘅展覽。這個展覽咧喺美國咧，竟然係蓋過中國大陸咧故宮博物館去到美國嘅第一次嘅展覽咧，竟然嘅入場人數咧睇道教法器文物藝術嘅朋友咧多過睇故宮嘅藏品。咁咧，其中咧就係呢個教授咧，就可以係情商到好多外國嘅收藏家咧，就將佢哋收藏嘅一啲科儀嘅藝術品咧，好似呢啲咁攞出嚟。呢個係唔係呢個網頁啊？係嗰個圖錄裏邊嘅。不過呢啲咧就攞咗人嚟嘅，就當自己嘅嚇。咁啊，你會睇到你唔知嘅就南摩著嗰件衫啫嘛。喂，南摩著嗰件衫，南摩未必有資格著呢件衫。點解？分分鐘呢啲可能係咩呢？如果係皇權時代嘅話，可能係皇室賜予。即係所以我哋有冇聽過有個冥婚啊？廁紙啊！啊，錄音嗰啲聽咧，唔係 toilet paper 啊。是咩咧？刺一件紙袍俾你。呢個咧，到佢如果佛教嘅大和尚可能叫圓寂，我哋道教嘅德高望遠嘅道長叫羽化嘅話咧，佢喺佢個墓碑啊、灰塔嗰度咧，都仲有呢個分函嘅，就等於而家我哋嗰啲大紫經啊、金紫經啊、銀紫經，一個係個榮分嚟嘅啊。好啦，咁啊，所以呢啲袍咧，你睇下，唔單止呢個袍咧。是那些有我們特別是道教的一些八卦的紋飾啊，剛才說的那些學廠啊，那些它裡面呢有這個呢28粒是代表28個星宿，這個中間是代表什麼呢？那個道教信仰裡面最高的天叫大羅天，裡面的七層的啊屈羅燒台，上高咧，呢個係三清，呢度咧就金烏，呢度玉兔，金烏代表太陽，玉兔代表月亮。然後有五岳嘅一啲吉祥辟邪嘅圖案喺度，見唔見到？然後
有天有地有水，代表咩？三界。呢度成个就系一个我哋嘅宇宙观，或者系我哋一个吓、对吓成、个空间嘅一个咩？就竟然浓缩响一件法袍里边。OK 吓、系咪艺术？你哋观点啦，就唔系我话啊，我系艺术，你哋未必同意。仲有，亦都有头先讲嗰啲暗八仙嘅吉祥图案，系咪啱啊？成件衫咁，但系当然啦吓。呢本圖錄出咗之後咧，國內好多公館而家咧，啲道士都著呢件啊，所以我話其他嗰啲佢唔肯老翻，呢啲佢即刻老翻啦。好啦，俾多幾件你睇啦，見嗰啲靚唔靚？呢用銀絲盤嘅啊，嗱呢啲咪嗰啲五岳真形圖咯，嚇、東岳，你去過泰山玉皇頂就會見到呢個 logo 嘅，代表東岳嚇，呢、這個南岳。这个中岳嵩山，这个北岳，这个西岳 ，OK。嗱，呢啲全部是外国的收藏家当是一件艺术品去收藏呢啲道袍。咁啊，好奇怪，我哋中国人咧，似乎就对呢啲，除了对龙袍啊，对啲佛教的一啲。塑像有興趣之餘咧，似乎好似對道教嘅嘢，佢哋好似冇乜興趣啊！嗱，呢個係一個好嘅收藏嘅機會嘅嚇，趁佢未咩啊，你可以喺呢方面諗諗嘅。當有閒錢啊，嗱，好似呢啲又係2012年喺白雲觀攞嚟息息完嘅一個展覽裏邊咧，呢啲係咩咧？呢啲法袍係授予授字，係攞嚟做咩啊？又係同慈禧太后。何六十大壽嘅時候嘅法袍啊，呢啲咧而家又係收藏咗喺度。嗱，你咧呢啲全部都係個壽字，見唔見到？嗱，呢件另外一件藝術品啦，請睇睇嗰啲水袖係用人手繪畫啲龍鳳紋嘅，見唔見到？呢個又係 Little Stephen 嗰本道教藝術文物嘅圖錄裏邊嘅。另外一個藏品嚟嘅，好嗱，呢個北京辦館裏邊啦，我講嗰啲啦，啊，不過呢個咧就喺大件嘅，我頭先講到咧，呢啲寬門咧就喺靈觀殿嘅，摸摸一下已經有啲甩啦呢度啊，嗱呢啲令牌啊，如意啊，官式個頭冠啊，好啦，呢個又如意，好，嗱呢個五岳冠啦，呢啲又五岳冠啦。好啦，靜態嘅科研文件就包括咩咧？科本嘅意思就咩咧？佢做呢個科研，舉例呢個科研係要禁壇嘅。禁壇意思係咩咧？我要開始呢個太平清照，我係咩咧？就將呢個地方咧劃成一個壇場禁地，嗰啲邪魔氛圍全部係俾我呢個劃呢個壇場拼諸於外。所以叫禁壇，即係等於你動咗個牌，生人勿近，或者係此乃禁地禁壇。咁所以咧，如果要做呢個科研嘅話咧，可能佢就有一個禁壇科，咁佢就會有一個科本，或者我哋叫經本。OK， 咁嗱，呢啲係屬於文檢啦、文摘啦或者文讀啦嚇，符命啦、寶錄啦、榜文啦、官文新聞啦、上表嘅表數啦。或者頭先講啦，嗰啲照聯啦，嗰啲形聯啦，甚至係法印，咁啊俾大家睇啦。嗱，呢啲係科本啦，見唔見啦？移星轉斗科，見唔見啦？啊，呢啲就科本啦，嚇啊，啲法印啦，嚇嗱，張天師嘅法印啦，啊，呢個咧五岳真形圖啦，啊，呢個咧就係佢嗰個嚇第一代啊張道陵祖天師嘅個法印啦，叫楊平字刀工印啦，嚇等等啦，啊呢啲。嗱，呢啲唔單止係珍貴嘅文物啊，仲有一件藝術品啊！你睇上高雕啲龍啊、黐啊，或者嗰啲瑞獸啊。好，嗱，呢啲榜文啦。嗱，呢啲符錄啊，個壇堂嘅佈置啦，嚇，隔離嗰啲咧就係嗰啲嚇文書筒啦，將嗰啲素文表文咧就封存之後咧，放落只馬嗰度送上天庭啦。呢啲又係啦，嚇啲科本啦，嗱呢啲科本咧，大家冇忘記，你俾啲科本我睇，
同藝術有冇關係？係有關係，因為點解咧？你係要請一啲咧雕刻嘅師傅，係刻嗰啲經板，然後再用一個托印咁托出嚟。咁所以咧，你如果舉例呢、這個好似同治二年嘅，你同一時代睇，你覺得冇乜價值。等於你今日可能我俾呢張紙你冇乜價值，但係咧百幾年後嘅話，呢張紙可能本身就已經存在咗一個歷史嘅價值，啱嘛？同埋呢啲一樣，而家我哋見到嗰啲咧，你好容易攞個電腦打打打改改改，攞個印編印機一編編出嚟已經。但係如果古代嘅話，你係咪要揾一個人施主發心，或者係要揾一個公館肯發心，先至會請人咧去刻刻完之後咧，嗰啲經版咧一係就藏喺一個地方，一係咧就你自己咧就收埋。你要保管佢喎？點解？嗰啲經版蛀咗嘅話咧，你可能咧，你下次翻印咧，你要重新揾嗰啲師傅係刻過喎。啊，咁啊，我哋有好多咧，好珍貴嘅藝術品咧，就係講求咧係安徽嗰啲徽派嗰啲木刻版畫，係嘛？係嘛？啊，甚至咧，好似鄭振鐸先生啊，咁佢做過我哋嘅文物部部長咧，佢有個收藏嘅話咧，佢就收藏好多呢啲木刻嘅古代嘅。這個明朝、清朝的一些我們那些傳記小說的一些插圖，那些獸像那些都是這些木刻、啊、所以呢你不要看少這些、啊、有些呢一看看到呢那些刻工是很漂亮很漂亮、啊、這是科本、啊、這些都是木刻的見到、啊、這個北斗經、啊啊、見到好像類似這樣寫著科儀的話呢它裡面呢就包括了這個科本之餘呢裡面還會預備咗個壇場點佈置，或者去到乜嘢嘅話咧，有乜嘢相應嘅動作或者儀式或者儀軌或者儀法，甚至服飾都有要求啊！好啦，呢啲奇緣嗰啲文所啦嚇，嗱呢啲都係靜態噶啦，啲符啦嚇，呢啲神馬啦啊，或者紙馬啦，好啦，五鬼啊啊好啊呢啲啦，如果要啊做讚星啊轉運嘅時候咧，二十八獸啦啊！每一個獸個眼燈一個波代表係咩咧？如果你報壇嘅時候咧，一個波就代表咧啊一眼燈啦。嗱，舉我牌啦，即係差唔多啦嚇。啊，呢啲係朝元圖啦，三清朝元圖啦。呢啲就道藏裏邊嘅嗰個封面啦嚇。咁、啊、咧就你睇到啊，咁嗰啲啊畫工嗰啲靚法啦。好啦，嗱呢啲神像啦，呢邊係北斗。呢边系南斗，好啦，动态嘅排班入坛啊，曝光啊，捻缺啊，行走符箓啦，吓、啊，诶，睇呢个好嘢，呢、这个识唔识啊？开紧光，呢、这个系而家嘅中国道教协会嘅会长，吓、啊、，OK， 好啦，呢、这个呢度喺度揸紧把剑开光啦，吓、啊，好啦，嗱。呢、这個咧喺度讀緊榜啦，呢、这個香港嘅正一南模啦，啊呢啲咧就喺度順水噴水，然後咩揸個令牌喺度寫符啦，嚇咁呢啲咧都係動態啦，嚇、啊、都係藝術嚟嘅喎，請你睇睇噴水嗰啲水嘅狀態係咪成霧狀啊？你得唔得啊 ？Cut to 或者撥一條柱嘅啊？佢唔係，佢係訓練到佢噴出嚟。呢、这個都要相當嘅一個訓練嘅咁所以咧啊，即係唔係淨係睇佢啲工架，睇佢件袍啊，或者睇佢隻手，呢個手揸個杯，嗰、那個缺啱唔啱啊？唔係咁樣啊，仲要睇埋嗰啲啊呢啲嘅啊，一啲獻供啦嚇啊供物啦啊咁嗱呢啲咧，喺嗰個太平清照裏邊咧啲南模啦啊咁喺度咧啊，可能係做緊遊地獄啊，嚇行街市啊，我哋嚇好啦。啊呢啲啊曝光搭走啦，啊嗱呢啲咧揸住啲火筆喺度開光啦，嚇嗱呢啲温泉啦，啊呢、这個係零八年我哋華廟嘅潭公廟會嚇、啊、送温泉啊，咁啊就係擲呢個温泉咧就細啲，你哋見到台灣嗰啲燒黃船咧就幾層樓咁大嘅，啊。咁啊冇辦法啦，你哋有機會咧就俾一俾建議我哋，等我哋咧開會申請，下次做咧扎個大啲嘅送温泉，送啲温神像。好似嗱呢啲幫個温泉開光啦嚇，揸支火筆啦嚇，
咁又係零八年嘅，啊呢個揸個令牌開光，呢啲就動態嘅，包括咗嚇、啊、就係、是、響個廟出去嘅時候，去到嗰個廟會嘅會場嚇、啊，好嗱、啊，甚至係將啲温泉火化，呢啲都係行為藝術嚟㗎，係嘛啊？啊呢啲形嗰個聯座啦嚇、啊，請啲神祇出去啦啊！呢、這個又係啦，呢、這個就係息息聯嗰、那個將個黃大仙嗰、那個呢、這個神聯啦嚇。嗱、啊。呢啲亦都動作啦，見到個石手捻咗個缺啦，係咪啊？好啦，嗱，另外一個動態啦，唱誦啦，啊，提綱啦，宣表啦，音樂啦，音樂包括咗吹啊、拉啊、彈啊、打啦，好啦，咁啊嚟到呢度咧，時間差唔多啦。